对付你这白面书生，何须千军万马？丞相，你不是要广告天下吗？你不是要杀我霍羽吗？你不是要自立王储，准备登基了吗？丞相慢，刚才所讲确实是我一时糊涂，丞相忠心耿耿。 我该称王之后重用，丞相所要一切，孔蒙一定应允。我要的，你应该明白，不然何言杀我？丞相，你这可与众臣商议。丞相，一切坐下，慢慢谈，慢慢谈，慢慢谈。 老夫哪儿的功夫啊？你们说，忠心哪一个呀？身为丞相，当忠心报国，岂能谋权篡位？哼，你呢？身为朝廷大臣。 誓不叛主，哼！哼！你，原来真是你弑君谋反，本臣忠心不二，怎可与你等奸贼同流合污？啊！ 你，老臣深受庙庄王室俸禄，为效忠庙庄王死不足惜。老臣愿以死明志。孔驸马，该你了。 我绝不当王了，我不当王了，不当王可以。庙家王室的人，一个也不能活。我请您来。 两位公主，事已至此，就不要再伤心了。我不是哭他，我是后悔呀、啊。这些日子学佛，我终于明白了如何做人。武大雄的所作所为，让我无颜见父母，无颜对庙山。孔蒙他也是自食恶果。 他的心中只知道与武大雄争高低，唯恐将来继不成王位，结果自相残杀。如果当初两驸马携手对霍羽，哪有今日的下场啊！是啊，善哉。两位公主能有所醒悟，扶正本心，这颗心不负师父几日的教诲。 两位驸马做了错事，造下了孽，下地狱是要受惩罚的。两位公主该为他们多诵经文，弃恶从善，超度驸马之灵。
今后我要皈依佛门，诚心敬佛，不单为驸马，而为拯救自己的灵魂。爱卿汴梁，爱将罗宾及朝中大臣数名，寡人庙庄祭奠你们的忠魂，寡人懦弱无能，未能早除奸恶，以致让寡人痛失忠臣良将。寡人只要一日为君，就誓为你们报仇雪恨，为国为民除此祸害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诸王臣本有前世孽债未了，本该存有数劫，本佛如来念及他们能善辨真伪，不为钱报，铸就此行，免去他们的孽债，召罗宾汴梁回天成神。佛祖明示，或与作恶多端，杀戮忠良无辜，何以能除此孽？听你佛法和神宝物，灭伤妖孽时机已到，在净瓶中生出水来，柳枝生根，你便可显示真魂法相。信师，信师，现在大印已在我手里，我可以称王了吧？可庙庄王还在，庙善还在。我告诉过你多少遍，叫你先除庙善，再夺王位，可你偏不听。结果呢？庙善把庙庄王救到山上去了吧？我不管他什么妙庄不妙庄，他躲在深山，无一兵一卒，待我慢慢的收拾他。有妙善在，你的王位能坐稳吗？现在你杀了这么多人，何不一鼓作气，速速进山，与妙善决一死战，
我自会助你。霍宇不明白，仙师为什么要助我？你杀妙善，是为了夺取王位。我要除掉妙善，是为了报仇。仙师，能否明示？我可以把实情告诉你。我原本是九天瑶池的黑鱼，慈航大士也在瑶池边修炼。瑶池里长满了许多荷花和莲蓬，每一粒莲蓬子都是一粒仙丸，吃了它便可增加无比的神力。我几次想偷吃莲蓬子，都被慈航赤脚给阻开。那天几位大仙正在瑶池边研促天书，我见池边放有一部天书，也就是我分了半部给你的那本书，我就悄悄地把它偷到手，正想跑的时候，却被慈航一脚踩住了我的尾巴。我奋力挣脱掉，不料想慈航已经折掉了我的神兽，一下子跌入了凡间。这千年来，我幻化人形，潜在雁荡山魔岩一树，不想这慈航也受使命下凡人间，与度化成佛，所以我必须在他成佛之前干掉他，以报那千年之仇，断寿之恨。这么说来，那妙善不是一般的对手。不要怕，胜败在此一举。我教你的所有法术，赠你的所有宝物一并用上，你我上下合击，不愁不胜。仙师，看来你也是利用了。蠢物，还未得逞就出此不逊之言。你本是雁荡山的雄妖，我为报慈航之仇，需在人世寻一助手，于是便去魔王处将你转化为人。这些年来，你就是靠我的魔法一步步当上的丞相。你这雄孽，居然敢对师父这般无礼。不，师父恕罪，弟子只想灭掉妙善，登上王位，享受帝王之福啊。禀丞相，关云洞已探知。混账，应当说是启禀大王。黄袍尚未加身，称什么无所谓。待老夫大获全胜，班师回朝，
臣，老夫绝不轻饶。是，大王恕罪。关云洞在什么地方？在那边。走。是。驾。后边跟上。驾驾。这边那边的情况不太好。妙善，霍家军已把山团团的围住了。妙善，他们人多势众，兵强马壮，这霍宇又会魔法，我们困在山头，怕是打不过他们。霍家军虽兵强马壮，但他为不义之师，师道无助，而我们诛灭罪恶多端的叛臣贼子，得到天助，更有人心所向，众志成城。父王请不必担心。妙善说得对，下一步该如何调遣你就说吧，大家都听你的。请父王母后和两位姐姐到洞中避一避，爹和关大哥在此洞前护守，其余人在山口护守。好，走吧。走，走吧。快，快，快！你们要提高警惕。要严加防范。是的。管林，他们从山上上来了。大家做好准备。来，快点。来，快，快点。快。这边，这边。禀丞相，不，启禀大王，上山的路口都有山民把守。区区山民野夫，乌合之众何足挂齿？先把他们给我干掉，扫清道路。是。可是听了山民的一番规劝，一个个又退了回来。谁不上立刻斩。末将也是这么下的令，但是就是无人肯上。那就杀他几个。一杀十几个，再杀怕士兵要造反了。麻烦的，我亲自带兵冲上山去看谁不从。是要给这些刁民一些颜色看看。来，你戴上这魔镜，若是不从，给我杀个血流成河。快去。是。走。是。把他们围住。把他们围住。别让他们跑了。站住。哼。就凭着你们这些区区刁民，也想挡住霍家军马？哼。赶快闪开，把妙善交出来，不然的话，我叫你们一个个横尸山野。哼，真是冤家路窄，找还找不到你，你今天却自己送上门来，你的千军万马在哪儿？
难道你还没看出霍家倒行逆施，人心失尽，已成孤家寡人？善为妖孽，整整十八年，妙善慈悲为怀，本当不欲计较。可你为臣不忠，处心积虑，篡取王位，杀戮忠良，谋害君王。霍家为非作歹，欺男霸女，草菅人命，危害百姓，确实是罪不可赦。告诉你妙善，妙庄丢失江山，那是因为他老迈昏庸，咎由自取。我霍宇做王位，是因霍宇有无敌之本领，上合天意，下顺民心。怎么，你妙善能挡得了吗？学了一点学法，自以为有恃无恐，还耻称民心天意，倒行逆转，众叛亲离，天理不容。看来时至今日，你仍不肯悬崖勒马，不绝恶念，屠刀不放，那就休怪佛法无边。老夫倒要领教领教你的佛法，看看你有何本事。万事心为本，任何法术不源于体，而源于心。神魔之战乃心力之战，你难道看不出人和心为同字异形？你不仁不义，为父不仁，无人便无心，无心何言力？心无力，单凭魔法妖术，岂能胜我？那就让你看看老夫的法力。嗨！
饶命，管大侠，管大侠饶命，饶命啊！阿弥陀佛。慈航大士，慈航弟子在，佛祖有何指教？你还记得天界莲花池边投仙果天书的黑鱼吗？他已落入人世为妖，多番兴风作浪，扰乱尘世安宁，你就替我收拾他吧。佛祖放心，我这就去办。师傅，
这净瓶怎么生出水来了？两位姐姐稍事休息。啊，妹妹啊，想想以前真是羞愧万分，现在就得加紧修炼，以期赎罪。这些日子我晨钟暮鼓，一心念佛，持守五戒，实行十善，修习六度，真是感觉变了一个人，心情也好多了。修行非一日之功，只要持之以恒，定能修成。海望姐姐，注意歇息。妙善，你父王在池边等你，有话说。父王，想必还是为回宫的事思虑吧。正是，在朝之臣三番五次请我回宫，可是我实在不愿离开这里。父王还是应该回去的，国不能无主啊。可我不想再当那大王，也想皈依佛门，做弟子静心坐禅，以免尘世烦恼。父王为王也是天命，人之善恶福孽多少，不在于为王为官为民，皆在于心。凡尘之中，江山必有人掌管。灭霍雨，平叛乱，保妙庄，解府天意。只要父王能仁政，在位一日做到举目能观天下善恶，侧耳能闻人间是非，使国家国泰民安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他年同样可以度化成佛。既然如此，妙善，你跟我回宫辅佐我，则以为仁德驸马，凭你的佛性法力，靠驸马的高尚品质，
一旦将来掌管江山，这江山岂不像你所描述的那般景象啊？父王，我在人世间情缘已绝，父王回去为王，过去只知道命中注定，现应悟到为王是为民，不要放弃责任。妙善已识人世三千浩劫，发宏愿去度化三千善事，待妙善去做。妙善现只待修成正果，去普度众生。女儿，你一心向佛，不贪富贵享乐，你的志向父王清楚，只是大香山虽美，但毕竟不是佛门境地。父王有意回宫后捐建一寺庙，以供你修佛，这也是我妙庄对佛门的一点心意。父王，只要心中有佛，佛界无处不在，修佛何方都成。父王既有这番善意，那请重建白雀寺。妙善曾在那儿落难修行，得以真经，愿修成正果，在那儿圆寂。